在是早上的6:00，在场馆的外面准备排队，还要排5个小时。现在天已大亮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场馆。我们就是跑了两个便利店都没有开门，真的轮休。今天是首尔求生日记Day 4。预告一下，期待 SSM 首尔求生日记。官方时间180分钟，昨天反正是开了4小时。4小时，半时间听不懂。所以我昨天提前把那个短剧看了。3 hours later。给我好大脸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等待，又是终于吐槽很丑陋的一天早上。是的，终于开始了，马上就要进行一个周边的奶。刚才冷死，现在热死。然后我们有一张纸写我们要买什么东西，进行一个花钱。记得买电池。菊小姐，我最后还是买了卫衣啊！我溺爱了啊！嗨，大家好，就是说明一下啊、哦，我不是就是故意想买第三代的克拉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三克拉邦长真的很难看。然后我是因为我的二代它不见了，我是放在工作室展示，然后就是临走前狂找，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啊。希望不是被别人拿走了，希望它只是我没找到它而已。就是确实二代要好看很多，所以我也很心痛，特别心痛，因为我就是买了一个三代。嗯，看、okay, 我们现在在进行拆卡，因为我们要先拆拆，然后看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。看看这张小包好看吗？然后我们就回去睡觉了。拜拜。Hello. 啊！好像急需杯冰美式。眼睛都是肿，现在是去换票，人真的好多呀，恐人了，恐人了。哒哒哒，上岛的票，团票。耶！等待抽卡的苏女士，入场随机卡。哦，主播，哦，是谁呢？什么呀？我去换了。进来了，就是两个人很狼狈，真的。刚不能带进去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手幅是这样子。哇 ，Seventeen，Hello。啊，进来了。什么？啊？哎，你要怎么搞？走Oh, oh, oh.
있죠? 네. 3일 다 하는 건가요? 네. 3일 다 하는 건가요? 네. 오늘도 하겠습니다. 네. 이게 참 좋습니다. 이게 너무 헷갈리네요. 어떤 분이 없어요. 어떤 분이 없어요. 근데 진짜 이게 헷갈리네요. 나중에도 정말 힙합한 노래를 하고 싶어요. 그래서 세븐틴 감사합니다. 세븐틴은 짱짱 캐럴 Let's go. Let's go. Let's go. 아이고 내가 이 노래를 썼을 때 참 얼마나 잊지 못해도 우린 늘 그렇대 웃음꽃 피워요 그대 미소에 난 맞아 노래로 보내고 잘해 지금 여러분들이 저희의 힐링입니다 힐링 못해서 너무 죄송한데 그래도 가야겠지. 在我的面前，崔仁彻给了一个人的衣服，洪秀拿了一个人的手机，还给了别人的糖，不知道小零食什么的。然后尹静汉在我面前给了零食，好吧，虽然我不搭他们，也没有拿他们的东西，但是还是很酸。俊奎就坐在我的面前，
就坐那个环道上，就坐在那个地方。觉得氛围还是挺好，因为毕竟是今天是很开心。他们最后还是搞那种经典次数返场。经典次数返场，我去，我以为今天不会来君乃馳。对，今天就是小巴不是受伤了嘛，所以他很多歌就是都没有完全站在上面。还有一个非常小台子，小台子让他站在上面，而且我觉得就比较好，就是大家很守秩序，就是一开就没有人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去过所有演唱会，所有人都站着，然后就是没有，大家也管不住，但是克拉岛就是大家都很听话，坐着，反正但是很舒服啊，因为没有人站，然后你就坐着看，然后特别好，拍视频也很方便，对，特别好，而且也没有很多人就是把东西举得很高那种，对，就我那发箍。我坐到位置上我就把它摘下来了，我说不行，我这一定要被骂。反正也大家也不会尖叫，也不会尖叫，就是大家会很安心的说，很认真的应援，哦天哪，哦天哪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日韩跟美国的氛围不一样，但美国氛围也很嗨，美国氛围超嗨，就是 LA 场说所有人在尖叫。我靠， LA 的场子的那个热烈程度太恐怖了，真的很恐怖。就所有人都会那种撕心裂肺的吼叫。对，是我第一次在亚洲看就是 K-pop 演唱会，所以就是一整个说啊，大家都这么拘谨，这么安静的吗？安静的吗？中途就说差点收一张明天的票，但是一想算了，理智一点，算了，不要太厉害，以后还有机会，以后还有机会，拜拜。